思考呢？关于快乐还是痛苦，拿出来咱们 talking 一下。你麻利的圆润的从我眼前消失好吗？我长得这么有轮廓，还真圆乎乎不了。Save for me。服务器的事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你还在思考什么呢？明星的诞生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，男主持人迟迟定不下来，所以我要开始约见男主持人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你的脾气我劝你最好不要找男主持人，万一给人吓得不孕不育，老天是会惩罚你的。像你这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恋的男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约你。 Well， 用不着，我的气质是被我的女友们培养的。在纽约，我的女友们可以从曼哈顿一直排到三里屯，两排。那你干嘛回来呀？我有牙科中国三。你是不是觉得全市所有的姑娘都把你当盘菜，然后争着吃你，谁争赢了还不舍得吃，非得割馊了不可呢？不应该吗？不应该吗？谁会喜欢你呀？我的女友。2046。切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你怎么跟我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今晚6:30，10号餐厅，我和我的女友2046恭候您的大驾。敢来吗？来呀，当然来了，干嘛不来呀？ Perfect。我要加班。晚点到，你们慢点吃。别让我等到海枯石烂。